哎，你看这个城市的大家，大家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，哎，上班、下班、上课、下课，就像是一个回圈一样。很开心看到大家，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做叶时金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教的是这个生态瓶。所以那个把小人放到瓶子里面是你自己想的、啊？你握我的手。哦，你在拍他们。你们知道时差是什么吗？这是我们一般人现在认知线性时间观。可是如果他们是在一个圆圈上，反而是未来影响了现在。你觉得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？因为我们用了那个机器，然后什么意思？是像时光机那样收了？结束了吗？你觉得呢？你不要这么情绪化好不好？没有情绪化，我觉得我要怎么样活才可以活得像你们说的那种真实的人生？另外一组的我们在工作，现在我们站在这边看这么漂亮的风景，你好像多偷到了一点时间一样。